仲记得我哋参加杰出学生交流团？记得我哋参加四日三夜学生交流团，飞出香港去咗日本大阪。我哋朝头早出发，由香港国际机场飞去关西国际机场。然后我哋去参观天宝山海游馆，嗰度有好多海洋生物，例如鲸鲨、加州海狮。我最记得系水獭，因为佢系全馆入面最可爱嘅海洋生物。跟住我哋去咗奈良公园，嗰度有好多小鹿喺嗰度生活嘅。我哋啲同学咧就可以慢慢咁接近啲小鹿，同佢哋合照。我哋去参观东大寺，东大寺系奈良具有代表性嘅寺庙，境外有好多国宝级嘅建筑物。下一个景点系平城宫迹历史公园。它是由世界文化遗产平城宫遗迹整备而成的国营公园。然后我们去了欧玉制作体验，我们当时参加一个工作坊，学习据说从醒文时代开始制作的欧玉制作。下一站就是心斋桥了，这里就是日本最繁华的购物中心之一。跟住地点是住吉大社和四天王子。住吉大社是日本全国2300间住吉神社的总管社。四天王子是圣德太子于公元593年建立的日本最早期佛教寺庙。下一个景点是通天阁，通天阁是一座展望塔，被登记为国家有形文化财产的大阪地标。跟住是大阪科学技术馆，约30间日本知名有实力企业，介绍日常生活相关的最新科学技术。然后我们参观大阪生活金色馆，是日本第一个以居住为中心的专门博物馆，欣赏街道、生活方式等展示主题。我们去了大阪城公园参观，它是位于大阪市中央区的大型陆地公园。多谢学校给机会我们参加今次的日本交流团。咁我都要多谢今次带队嘅老师喺呢四日三夜入面带领住我哋同埋照顾我哋，多谢大家。